他已经来了。Amy 这个位置，看看能不能回来，止不住了。他在开 W 插一下 AQ， 被国豪看到了，一上来打一套 W 晕出进化解，想反打鳄鱼开大招，国豪在侧面被辅助给拦住了。biu biu 这波感觉有点上当了呀。直接来中路想再打一波，被视野看到了，被视野看到了。大招猛拉，拉回来之后闪现指，小叔这边指到了，回身人马大直接踢回了卡牌，卡牌大师这边被点火点死，比如说踢下来之后想杀对面的卡萨 ，AW 伤害正好差一点。现在发条推线来了，直接大回来 ，CK 这边治疗已经交掉了，哎，补个兵吧，补个远程兵，是人头让给发条。这位置 top 要靠龙坑了，否则对方要打龙了。biu biu 这边被消耗了一下，开了，开的是卡牌，卡牌用中亚的砖直接开出来，瑞尔这边吸吸的还不错，吸了三个人的四个人伤害很高，而且人马搭了后排的所有人，人马加发条这个窝蜂 combo 直接把标记后排融化了。俊伟这边回到了正面，现在俊伟是有 W 跟闪现还有 R 的，龙卡牌开大招，俊伟要上了，闪现吸吸的效果比较好，直接把发条秒掉了，但是小胖的位置是比较无敌的，小胖这边想先杀一个鳄鱼，鳄鱼自己要死了，直接回头被小胖刷进了火箭跳跃，小胖跳上去一个 W 闪 A 回身，小胖要收割了，所以他慌乱之中切出了一张红牌，并不能阻止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移速超高的滑落来找他了，回音直接一个 PA。那这样中路兵和下路兵一起到达，开大招飞中路，开 Jacky Love， Jacky Love 这边进化点的早了一点，还是被晕住了。卡莎拿到这个人头之后，俊伟这边吸吸的也很不错，但是 AB 状态已经不好了，而且俊伟这边先把自己给卖死了。三六九再过来，这把一个大招想找残血 ，AB 直接一脚踹上去把 AB 给踹死。侧面卡牌被打出一个闪现之后，奥拉夫直接选择冲上去跟人马做对拼，挺进破坏者留了一下人马，自己也打不动人马。开一个扫描，对方知道是草里有人了，人马来了，这位置眼看到人马了，卡萨回身要打断了，青灰眼睛留的是前面，留住之后卡萨直接上去 ，A 面这位置交换阿克，他们卡萨追死，青灰眼睛很准啊，直接卡萨拿到这个中间，他这波三下来好像要爆炸了，俊伟也倒了，卡萨这位置回身要三杀了，人头想让一下，直接被 W 四。开车来抓 biu biu 了。biu biu 这位置往上跑，碰到一个开机宝的卡萨，只能锤上去减速惩戒，斧子丢短了，还有挺进破坏者，太粘了，感觉人头可以让一下。哎呦永霜太满嘴了，帮了吗？对，哎，这位置三过来顶了一个催眠气泡，太肉了呀哥，勾上来你动他，感觉你要动出事了，直接过来动俊伟，俊伟这边挺进破坏者浑身大招给三，但直接被卡萨给砍死，有灯笼，卡萨点灯笼，点的手速非常快，闪现攻 ，Jack Love 这边交闪，俊伟这位置有点尬，队友在边上，三这边开车直接撞出了 Zeka 这边交闪的机动中 ，Jack Love 飞眼了 ，Jack Love 这边人马加上一面给击杀 ，Zeka 这边感觉也要倒，折返跃迁之后也没能回来，四打四，一边没 AD 一边没中单闪顶到 AB 身上，过了这块减速 ，AB 心说这是什么怪物，根本打不动。被卡萨带走，永霜这边定住机场的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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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炮空弹之后也被击杀，而且侧面这个先开团的俊伟也走不掉。大龙 ，Zeka 走住了，哇，左一换惩戒太关键了，在 Zeka 这边直接红刀开主动效果，把对方的 Zeka 给视野站住了，有青灰夜凝的坠边的来了，青灰夜凝坠边留住 A 敏跟对方的辅助了，这个位置俊伟能走吗？俊伟触发余震，他没有闪现啊，俊伟这边攻墙攻失败了，俊伟应该是结束了自己这一波的生命， Jack Love 点灯笼点进去了，有复活甲就是卖了，这波 Jack Love 直接点进去把对方的 AD 杀掉，而且自己靠着血统里的吸血加红刀还没有死，哇，这那应该是可以直接一波比赛。是的，那我们恭喜滔博。